大家好啊，今天带着瓜子 ，say hi 瓜子，嗨，来我们这边的 Costco 买东西，家里要上货了，不是店里哈，是家里，家里都快被我们吃空了。这个 Costco 前几年有数据表明是北美第二忙的实体经济啊，第二忙的实体店，这个确实挺吃惊的，全省就这么一个 Costco， 今天带大家简单的拍个视频。就像咱们出去玩的时候烧火那个，对不对？看看多少钱。面包。对。哎，这是新的。还有这个。是吗？还有。Costco。开心果的。你看，看到没？24.99。这是什么？估计咱们吃那种18.99，贵了6块钱。这是什么瓜子？青蛙的沙拉是不是 ？Butter chicken， 是不是 ？Meatball， 哎，老扎尼啊，在前面。这是什么？中国炒面，亚洲炒面。6.49块一公斤。鸡大腿鱼肉，这是那个西冷 strip loin， 看 strip loin 30澳一袋。可以 feel， 你 feel 一下，这个有肥有瘦 ，brisket， 可以切几顿吃，是不是？肥的就是炒和烤，瘦的就炖。这有 Kirkland 自己的 wagyu， 87一公斤。三文鱼，可以。Rainbow trout， 我可以 feel， 你可以 feel。鱿鱼，拉皮。That was very pretty。这是阿根廷虾。哦，妈妈喜欢吃的正好打折，你看。这是 bakery， 每包便宜5块钱。鳕鱼还是涨上去了，价格31公斤。是吧？ Pork belly 不是可以做 bacon， 9.99块一公斤。这个有一点点小。没有切的五花肉是8.99块一公斤。韩国泡菜是不是13.99块？13.99块。我想吃。8磅。这是妈妈最喜欢吃的柚子。10.99块一袋香菇。9.99。平时我们会买这个蘑菇炖肉、涮肉都可以，5.99。葡萄有时候新鲜，有时候不新鲜，还得挑。有的甜，有的不甜呐。天哪，在这卖3.79块，还是 Costco 便宜。芦笋6.69块。19.99。味道一般，虾，这虾愣是从10年前15涨到了今年的30，14.99。瓜子最爱吃的饺子，找到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开修 cluster， 12.99。我们算是买完了，买了。大概能吃3周到4周的肉，然后1周的菜，1周半的水果，牛奶啊，饺子，对，还有2包饺子，还有今天计划外买了个蛋糕啊，那个蛋糕25，这些加在一起是360块钱，还可以吧？物价确实比21年跟22年要降了一些了。
猪肉、牛肉价格都降下来了。每次来 Costco 其实都头疼，人特别多，是不是瓜子？对，好多的人，好多的车，然后这现在这个 Costco 在这个高位这个地方是全城天气最差的，气温比城里低，然后风雨比城里大，但该买东西还要买嘛，对吧？日子还得过，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，瓜子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